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，给供儿子上学。楼通知书上写着，要6000-7000块钱呢，家里面把牛和粮食全部卖了，只有3000多块钱。当时我想，如果实在找不到，我出去打工。但是我爸把我拦住，不让我出去，说是他想尽一切办法会把钱凑够的。这也有50来个吧，就是一个一毛能卖5块钱。当生活费用，我要学费用，就是肯定有钱，像个。现在才来几个？你个有钱吗？都才来几？还没有钱。行，我10块钱，算你9块钱，算吃去。周二晚间10点，记录观点，就在公视13频道。